死，无限有苦的逼迫，又知道这个苦的根本是来自于贪嗔痴，而造作是由身口意来发生这样的这个造作，所以这个恶业积集而成的。如果能够把贪嗔痴灭掉，就能离苦而获得解脱极灭之乐，那这个就是灭灭替办法，是要离苦断集，必须修道，所以才能灭苦嘛。那我们分别要解说它，苦有逼迫性，就是众生的身心常被种种的痛苦逼迫而不安，所以它有逼迫性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